家好啊，感恩我可以在这里去讲见证。在14年啦，曾经患过乳癌啦，要做一系列的治疗，要抽组织啦、抽血啦、化疗、电疗等等啊，真系都好多的副作用，这段时间真的苦不堪言，都觉得有点吃不消。当治疗的时候，我最顶不顺的就是脱了头发，整个头光了，可能因为我都是比较贪靓啦。亦都喺呢段時間都，好放唔低屋企人啦，因為屋企人都未曾去相信主耶穌。喺嗰段時間，更加去求神憐憫，讓我能夠有機會去睇到佢哋可以相信主耶穌基督，得着永生的盼望。当治疗的时候，医生也都有安慰啦，也都有跟我讲话这个痊愈率很高的治疗的过程，虽然都是辛苦，但是我深相信天父会帮助我，与我同行。当这个治疗一切都完毕了，我的生活也都如常。怎知两年后复发，我很震惊。医生又安排和第一次病发的治疗的方案，都是做回同样的事。因为初次我基本的事情我都做不到，连自理我都做不到。好感恩在这一段时间，我看到我的家人的照顾，真的领会到这一句说话，就是患难见真情这一句说话，让我能够更深的体会。我家人全部都在国内住的，只是得我自己一个和个仔在香港，所以他们都很爱我。看到他们轮流申请旅游下来香港，轮流来照顾我，由阿妈啦，由阿侄女啊、儿生女啊、弟佬啊，那些不同的，甚至教会都有姊妹上来帮手我煮一日三餐，照顾我，不但只还照顾我的家人。我真的很感动，我相信这些就是神的恩典。我看到神很爱我，让我能够在这个经历里面，让我能够更加去懂得，去珍惜神你给我的一切，你给我的家人，给我的所有身边的人，所有给我的一切的事情，让我能更加去爱你，懂得依靠你的主。因为只有主在我这段时间这些的经历，让我能够真实地去经历到主你的
大能，你的启示。主啊，当我第二次再受回第一次的治疗的时候，我诚心再去在你的面前去祷告。天父爸爸，你给我看见我自己都有骄傲的一面。主啊，你要我呢能够要真的要全然的去信靠你。于是我向神去诚心的去认罪，一切我都听凭神你的安排。然后我当我做了这个祈祷的时候，我每日都看到很多的神迹在我的身上。我不需要人帮我去照顾我，也都不需要人帮我去买餸煮饭啊，各方面。我看到神真是的奇妙，真是很神奇。我可以做到每样嘢，我可以照顾到家人，我甚至到可以出去探访，我可以去讲我自己的见证，去俾一啲正在患病嘅人嘅当中。我自己都喺个经历当中，我讲个见证，佢哋都好有说服力，亦都得着鼓励。他们都很多人那刻都得着激励，因为他们都很辛苦，他们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做，觉得自己是一个负累。主，我感谢你在这段时间让我去可以都去传神你的福音，你可以让我可以自由，可以周围去都是全是神你的恩典。比起第一次真的区别很大。第一次我真的只是可以在家成日睡在张床，又或者坐在家，连出街的能力我都做不到。主，你就是我要我这样去完全的去顺服你，主你就会给我看见你的神迹奇事。之前我第一次真的会呕啦，甚至闻到煮餸的味道我都会呕啊，唔讲话食。第二次完全冇啊，呢啲副作用一啲都冇，唔会呕啊，我又食到嘢啊，完全冇晒呢啲咁嘅副作用。之前第一次咧去抽血啊，每一次打化疗针都要抽血嘅。咁第二次啦，跟住就会好容易去揾到啲血管啊。第一次咧好难揾，有时笃到我啲手都好痛，笃到啲手都花晒，都揾唔到个血管。主，我感谢你，我知道你都好爱我，你知我好痛嘅时候，主你让一个好有耐性。你差派一个好有耐性、爱心，亦都有嗰个技术啊，都好好嘅姑娘啊，用佢好快就可以揾到，亦都有好耐性，可以俾我免受一啲嘅额外嘅皮肉之苦。多谢你神你嘅恩典，多谢你啊，全是神你嘅恩典同埋看顾。神你的恩典真是多到我都数不完，感谢神你的看顾，感谢神你让我能够可以有这个福气去将你的福音你的见证可以传到一些真的在 患病当中的人当中。感谢主，我现在天天
都活在神你的恩典当中，满有喜乐和平安。感谢神，主你不但只医治我的身体，也都医治我的心灵。主，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主，我多谢你将一切颂赞、荣耀、权柄、大能都归返给我的天上的爸爸。阿门。